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韩国留学通网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讲的是韩语实用情景对话下的第六节课啊。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。청이많이들었어요，청이들다啊，청이들다呢是韩国经常说的一句话啊，产生感情的意思啊，很有感情。那么많이들었어요，非常的多啊，청이많이들었어요啊。有了很深的感情，那么我们看一下是关于什么的内容呢？啊，那么看对话 A， 마이크씨정말오늘미국으로돌아가요？那麦克啊，마이크씨정말真的오늘今天呢，미국으로去美国돌아가요？要回美国吗？那么这个돌다是回啊，돌아가다回去，돌아오다回来，那么朝哪儿呢？미국으로啊，으로表示呢方向啊，朝美国那个方向回去吗？回美国吗？那么 B 呢是这个마이크씨啊，네열시비행기예요，是10点的飞机。미국본사에서근무하게되었어요，那么呢，我要去美国的本公司工作啊，美国的总部上班。那么본사是总部、本公司的意思啊。那么呢，근무呢是上班的意思，근무하다，那么하게되었어요啊。啊，那时候成为了，以前不是这样子，现在变成这样子，表示个成为的意思啊。所以呢，근무하게되었어요。那么 A 怎么说呢？그렇군요，原来是这样啊，잘되었어요啊，非常的好。하지만，但是呢，너무서운해요，但是呢，非常的依依不舍啊，非常的什么呢？舍不得这个意思。那么서운하다。서운하다表示呢，很留恋、很舍不得、很恋恋不舍这样的感情啊，서운하다。那么 B 怎么说呢？저도기분이좋지않아요啊，我也呢，기분呢心情不好。那么한국의정이많이들었어요，那么对于韩国来说呢，한국에啊，对于韩国来说呢，啊，我有很深的感情，정이많이들었어요，모두가所有的呢。보고싶었을거예요啊，싶을거예요，我都会想大家的。那么这个모두呢是大家，所有的人。那么什么보고싶다，我会想你们的。这个을거예요表示呢将来，我会将来会想大家的这样的意思。嗯，那么我们从头把这个对话来读一遍啊。마이크씨정말오늘미국으로돌아가요？네열시비행기예요，미국본사에서근무하게되었어요。그렇군요，잘되었어요。